今天 是2019 年11月1号 在孟庆举行了华稽山科技大学大会，这是华稽山的一个盛会，希望华国的华稽山亚运会及华稽山的弟子们应该努力的学习， 用这发扬光大，完善，谢谢你们。这是巴基斯坦在韩国发扬光大，又在广州带领下把巴基斯坦发扬光大。谢谢。